我好像一个技能都没封到。 等一下火，等一下泰坦。<笑>高哥你一说话就是经典。OK， 先空一个 Q， 以示尊敬。吃饭不见了呀，刀哥，怎么办？哎，他说兵哥不来，我不会再踏入这个直播间一次了。 哎，卢娜这个卢锡安太玩的不太好。 感觉到像补位了，好像就操作好像有点像补位的。啊，这波这样稍微好了一点，七八血很容易就被秒杀了。哇！哎呦，哥们！哎呦，我直播补刀。 感谢别说话，谢别说话的办卡，感谢啊，感谢老板。还好我比较稳。OK。 我真的想笑啊！我他妈回去回的又去了好好的，老子干嘛他妈？打个大招，没白来，还甩到了。 还有助攻舒服的，看我这波遥控啊，想跟这个卢娜去打一个压制抗，就是压制跟。不是这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这交闪可能也躲不了下一个。嗯，能抢救吗？我看看，看能不能抢救一下。 大招好大招！我谢谢我刀哥，谢谢刀哥的两架飞机啊！谢谢刀哥的两架飞机，谢谢。没事，这个应该能杀。Nice。但是缺点就是我下路线亏烂了。但这波是个。
套车不可能给你吃的。火男人不见了，没有视野呀。火男没视野，打工资装还没刷出来，那没事。不是说进不去，他妈一直在秒，一直在进去又退，退然后又不点。难得可以补一会儿刀，挺不容易的。精简单，优雅。我好像一个技能都没碰到。太慢了，该在，猫咪版的民族还是差几千的。我感谢刀哥的告白卡，感谢我刀哥的告白卡，感谢谢谢。大两只吗？大一只。现金在那边卡视野，卡我视野，但也有可能是往后走的，绕了一圈。有点尴尬啊，哥们。他特意 K 个炮车吗？应该差钱吧。有红 buff。我操，秒杀！不可能，那浪弟又不是打一个号的。我看他好像满血，突然就死了。主播要加起来肯定也
差不多，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场，但是打的都是老板水友好，知道吧？飞吗？飞过来个谁？行，秒杀。哦，过去干嘛？给他壮胆。怎么说还要推线不？还要推线？那个镜已经被我打回去了。啊，还不回？可惜，直接空。啊！不是，你有本事你别走，真的。你有本事你别回，你小子。这界面，这界面丢个大招啊！我先丢个大招。人家有红吗？哦吼，真有！就位了，就位了，随时可以打大龙。哇，这一桶，大一桶 ，A 一下死人。啊！我纳了。